第十二天，享受健康。主啊，因为你在圣经中指教我们要彼此代祷，使我们得医治，所以我要为我的孩子的医治和健康祷告。我求你使疾病和软弱在他的生命中没有立足之地，也没有权势。我祷告，求你保护并抵挡一切的疾病。你的话语说，他发命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倘若他身体哪里有疾病、痛苦或软弱，主啊，我祷告，求你用你医治的大能触摸他，使他能完全恢复健康，拯救他脱离一切可能临到的死亡或伤害。我特别祈求你医治，如果我们需要找医生，主啊，我求你指明我们应该找谁，赐给那位医生智慧和完备的知识，能清楚明白最合适的医疗步骤。主啊，谢谢你为我们受苦并受死，使我们可以得医治。我要求享有医治的产业，因为那是你在圣经中的应许，也是为一切信的人所预备的。我仰望你保守我的孩子一生健康，得蒙医治，健全完整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